所以这一段呢，我们就来聆听呢李炳南老教授的开示。他的题目呢叫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。哈，好，刚好是我们这段的重点。李老师说啊，一般人只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贵，而不知道一切众生的生命可贵。你会去伤害别的众生的生命呢？ 更不知道慧命更可贵，因为慧命是生生世世的，生命是一起的。这个昏断生死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只知道屠刀能杀害生命，却不知道新刀能杀害慧命。你造忤逆十恶，堕地狱恶鬼出生。 三恶道报，这就是心刀杀害你自己的慧命了、啊。因为众生的四心善以分别之种，以至于起后造业，轮回生死。因此，以屠刀来比喻，你看那个杀猪的，他每天切猪肉，切的很顺手啊。哦哦哦。哦 我我我那一天经过我们戏子这边一个马路边呢、啊，啊，刚好那经过一个菜市场。哦，坐在车子里面呢、啊，刚好看到菜市场有一个人呢、啊、在卖猪肉，我看他那个菜刀那叫做咚咚在切猪肉，习惯成自然。所以我们众生的毛病习气呀、啊，我们迷惑造业啊，我们起惑造业，就像屠夫拿屠刀切肉那么自然。 李老师就讲了：我们四心善念分别执作我们轮回生死、其惑造业，就像屠夫的屠刀一样。那么所谓放下屠刀，李老师说就是转世成智，这不简单哦，转世成智是出地菩萨的功夫哦。出地菩萨的时候，到出地菩萨的时候，他第六世。 转成下品的妙观察智，第七是莫那之走转成下品的平等性智，是转世成智的功夫了。啊，所谓放下屠刀，即是转世成智和回头是岸的意思的。即地地成佛是理成哎，这境界很高啊！啊，这境界很高啊！ 你的成果是里程，什么叫里程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因为屠刀放下的开始，即是众生成佛的开始。你断一笔无名，就是里程的开始，因为你正的混正佛嘛。 所以你断根本无明的时候，就是屠刀放下的开始，那也是你正法生佛分正法生佛啊，有四十一品无明要破嘛，所以言教出诸的菩萨破一品根本无明，分成一分法身嘛，的立地成佛是里程啊，所以屠刀放下的开始。 即是众生成佛的开始，如果不放，就永远不得成。所以你成不成，就看你放不放。也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往生西方，看你放不放下贪嗔痴，看你放不放下你的习气。 看你放不放下你的自私自利，放不放下你的名文利养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如果肯放，一定成；如果肯放，一定能往生。如果肯放下，那就一定往生有份。放下什么？放下情职啊！啊！ 放下贪嗔之慢，疑啊。放下人我是非啊。以上所说的是理。李老师说：“现在来说是屠刀杀害众生的生命，将来一定要受报，因为因果不空。如果一旦闻听因果而、哦、放下屠刀，大做佛事，悔改之初，即是成佛之开始。” 倘能够依教行此，必登佛位。啊，李老师这段讲的非常好。刚才是讲理，现在讲事。你放下屠刀，就是放下杀害众生的心。你不再伤害众生，不再恼害众生了。你开始要吃素了，开始要放生了。 你不忍心去伤害任何一个蠢动喊你的动物啊！我曾经呢去探探望病人，他就拿那个电蚊拍一直在啪啪啪啪，旁边长辈都在生病了，他还拿电蚊拍，真的很讨厌。就是这样，众生的习性啊。甚至我在看猪恋的时候。 他的箭术还在那拍打蚊子，屠刀没有放下来，屠刀就是杀害众生的生命呢、啊。所以，我们明白因果以后，我们改过忏悔以后，就后不再造了。如果一旦听到因果报应很可怕，放下屠刀。 而且大做佛事，他这个悔改做出这样的决心呢，就是成佛的开始。如果能够继续依教奉行、依教行止，必登佛位。我们讲一个公案，这是李老师说的。他说，从前有一位论耳和尚，未出家前呢，以杀养为业，他是负责。 他是杀羊在卖的。有一天呢，又准备杀羊了，羊子的咩咩的叫，哀哀的叫。这羊是很有灵性的。我们看那个啊，戒杀放生的果报里面，啊，那个屠夫要杀那个母羊，那个小羊为了救它妈妈啊，把那个屠刀的含着屠刀把它藏起来。 啊，那刚好这个人呢，这个屠夫准备杀这个羊，这个羊就哀哀叫。刚好五祖弘忍大师经过那里了，禅宗的五祖弘忍大师经过那里，就像杨子说了：“两脚不修何遭剥皮？两脚不修何遭剥皮？”杨子就不叫了，<laughs> 这个。 开悟的圣僧啊，明心见性的大菩萨，一音,音说法，众生各个随类解。他们有宿命通啊，他们有啥他心通啊，他们有天眼通啊，他们有天耳通啊，有神足通，有六境通啊。所以他讲什么，都都听懂。你看那海贤老上。他经过那个。 山路旁边的时候，那个工人咬着他的这个裤管，请他到他的洞里去救他这个母狼。这个母狼生不出、生不生不出这个小狼出来，昏迷了。海仙老上帮他念佛，还告诉他说：“以后到人间呐、啊。” 少做恶事，多做多做好事啊！最后把它练活完了以后，练活完了以后，那只母狼把小狼生出来了。那公狼呢？第二天呢，摇了个野蜂蜜呢，要供养海贤老和尚。你想想看，这有修有证的高僧呢，都可以为众生说法。这个羊子就很奇怪，就不叫了。 徒都很好奇的，徒就问这个五祖弘忍大师说：“为什么这样呢？”五祖说：“啊，前生你是羊，他是人，就在此地杀了你，所以现在你又杀了他，将来呢他又杀你。”徒听完了以后，徒听完这段话以后，把羊子换了，跪求出家，因为他的额头比较宽呐、啊，所以把它起名叫。 啊，论额论就是比较宽啊，这他额头比较宽嘛，啊，所以就把他起成论额和尚，因为他勇猛精进，改往修来，果成大器，后来修行有成就了。 因此，李炳南老师说啊，要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件不如意的事情，都能影响我们会命的安全。对治的方法就是一个忍质。如果不能忍，屠刀是放不下来的。记得哦，如果不能忍，屠刀会去伤人哦。屠刀是放不下来的哦。 要想忍，又必须把我看淡些。倘若功夫做到无我的地步，自然就可以忍了。所以放下屠刀，就是止息妄念的意思。然、啊、后，这李老师跟我们讲的很彻底了。所以放下屠刀，就是止息妄念，立地成佛是理程。 想要到佛位、意志佛位，尚需努力。这以立地两个字，要做开始解，不是说马上的意思啊，要做开始解，不能做马上会。你说我放下屠刀，我马上成佛？李老师说不是，是开始成佛，啊，才是正确的答案。啊，那就问李老师啦。 有人在问第二个问题了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这是他的意思，说一念清净，心无所着，不论过去有无善根而言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这一句话，成为今天生俗的口头禅。但《弥陀经》有说、啊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得生彼国。 以及言六之《楞严经》六解之喻两点佛理而论，放下屠刀固然成佛，但必须假修，乃会立地成佛。或曰：上述乃属见教，以顿教而言，可以立地成佛。啊，这个见教顿教呢？ 显所中的说法是小史中顿圆小教史教宗教啊顿教圆教，那么在天台中的说法里面有见教有顿教有秘密教有不定不定教哦。那这个地方李老师特别引用《楞严经》的六节，我我们补充说明一下《楞严经》的六节哈。哦 结呢，要有次第来解开。但最初为什么结会互绑在一起呢？是因为一真起妄，望有六节六节是什么呢？六节是五蕴，有不生不灭的如来藏，因无一念无明毁灭为空，变和有生灭的妄相互相结合而成阿赖耶识。 就是第八世，第八世本来叫寒藏世，即如来藏，因受无名心染，变成阿赖耶世，故有事因先起而有行因，即第七世。莫那世又叫传达世，专传达六世的意思到第八世，到八世处，然后有响音，即第六世。 再有受音，即前五式，眼耳鼻舌身，这五式。然后再有色音，啊，即内之根身，外之世界，受想行识，这四音呢比较细，这每音有一节。啊，前面那个色法色音呢，它有比较粗，有两节，这样加起来是六节，所以五音呢就是六节的意思。 所以这个地方《楞严经》讲的六节就是五阴的意思。那么解决呢，要从内向外，也就从粗到细，彻底解开。六节解禁，五阴消灭，五浊也就澄清了。因此推究根本，是有六根和五阴混合在一起而、哦、生出五浊，变得种种的烦恼障碍。现在要解决，便不要向外持求。 跟着四因到处乱跑，我们当时会的投胎就是有四因，有四因跟五因结成生死缚，生死缚就生死结，啊，便不得解脱了。现在有四因解除一根解脱，其他五根就解除了，就清除了。那么李老师说啊，《楞严经》说：“理者顿悟，是灰顿除。” 依此解释，乃是顿理而非顿事。也就是说，你道理可能马上听懂，但是事项上你做不到，因为毛病其实一大堆。所以禅宗里面讲：“离者顿入，成物并消，是灰顿除，因此地尽了。”那以阿罗汉跟菩萨来说呢，他们已经放下屠刀了，因为阿罗汉破我执，菩萨破法执跟我执。 他们已经放下屠刀，他们心念清净，但是他们还是要力竭修行才能成佛啊。说若无须假修，心净即佛，则无阿罗汉、菩萨之假名可立呀、啊。所以问李老师说：，就算释迦牟尼佛视线也要经过菩提树下静坐六年呢？ 使得开悟成道呢？那你那个屠夫何信无需假修一念清净立地成佛？那你无始劫的这个积累的习气，难道都不会现行吗？啊，既因既果，殊死死人迷惑啊！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一句话，究竟是民间的故事呢？ 可是又没证据呀？还是迷惑的人庸人自扰之吗？亦或有佛典可稽查呢？这刚好是问的人了哈，问的人问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啊，到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民间故事呢，还是迷人自扰呢？还是有经典可以查呢？”李老师怎么说呢？李老师说。 这有因，此有因成，以果成之别。倘多劫修持，尚未彻悟；一闻佛音，顿悟无生，此果成也。李老师说，这个分成果成跟因成。果成的意思是说，有些人他修了好多劫了，他还没有大彻大悟，可是，一闻佛音，顿悟无生，是谁呢？六子大师。 挑木材到客栈，人家送《金刚经》，客人送《金刚经》，送到一无所住而、哦、生其心。他一闻佛音，顿入无,无声。顿悟生是什么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这是果成，是果成，因为他多劫修持了。他一闻百悟了，直下承担，永不再退。此因成也。 前面讲这个是一闻佛音顿入无声啊，这是果成啊。那有些人是一闻百物，直下承担，永不再退，这个是阴成。所以呢，顿时有见汝十柄数美，宝虽最后一柄，而实则呢后饼之宝正有赖以前数饼也。就是李老师特别解释的。 就像有有有一个人吃了很很多饼呢，很多块饼呢，到最后一个饼的时候已经饱了。李老师说，岂止是他前面吃了好几块饼，到最后一块才说饱了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前面已经修很久了，最后那一个关键的时候开悟的啦。就像有名延寿大师啊，他见过一个。 河边人家丢一个石头到水里面，咚一声啊啊！也有说人家在劈柴的时候，木材裂开，嘣一声啊！有名年说大师说：“不落会塌户。纵孔不是尘，三河齐大地，前路法王生。”我们上次有探讨过啊，是劈木材让他开悟的吗？不是啊，劈木材只是一个眼而已啊。 劈木材，如果能开悟，那我劈一千字给你看，来给你听，你能不能开悟？不可能啊！所以劈木材只是个言而已。我们上次讨论过这个，啊，这个马祖禅师是梅子成熟了，啊，就是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啊，这个公案。 就是讲这个意思啊好，所以这一段呢是李炳南老师开示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我们记得一句话：放下屠刀，就是妄念止息啦。那纵使你开悟以后，还是要世袭见除啦。 这个地方，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探讨什么是阴凉之壳呢？这个王真人说啊，啊就是王志啊。但凡心上有一好失意自立的念头，就是自私自利的。你有一个念头呢，是自私自利，你就被落在阴凉阴凉里面了。 那我们佛家讲啊，你有一好一好思义就是有一个念头是自私自利，轮回就有你的混了，你就是三界内的众生了，这叫阴凉之可。就广清老和尚说啊，你贪得人间一枝草，轮回有你的混，这就是阴凉之可。所以什么是阴凉之可？就是你还有我值 你还有贪嗔痴慢，你，你还有见后四项都未破，这个叫做阴凉之渴。阿罗汉呢，就是脱离三界六道，阿罗汉就是脱离阴凉之渴。啊，反过来说，如果你还有一毫喜欢行善事的念头，你并没有离相，啊。 你还有偶像、人像，重要是偶像，你还变不能够离相布施，你做不到三轮体空的这个境界，你有这个一好，有有一好喜行善事之念，还是三界的众生，也是也是阳可阳可呢，他跟你讲，有一好喜行善事之念，阳可,可,可。在在阴呢，则有恶报。 啊！在阳则有善报。你如果没有离开四相，没有离相布施，没有办法三轮体空，你行善还是有漏善。有漏善呢，都有漏福报；有漏是什么？有漏就是烦恼。你还是有漏善啊！所以，什么是阴阳之可呢？在《了凡四》里面也有讲。 啊，他跟银谷禅师的对话，问其故啊，哎，人未能无心呢，终为阴阳所缚。这个阴阳所缚就是阴阳之壳了，安得无数呢？啊，了凡先生就向银谷禅师请教了，人为什么会有命运？为什么会落在树里面？为什么会有定数呢？ 因为你未能无心嘛，啊，所以最后还是被阴凉所戏服啊，那还是有这个阴凉之可啊，所以怎么可以没有定数呢？安得无数呢？所以了凡先生没有做到无心，无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离一切相，行一切善，离一切相，他没有四相，不找色生香味触法布施。 啊，这个叫做无心。所以了凡先生啊，做不到，做不到这个境界啊，啊，他只是什么都不想而已啊，因为想也没有用，所以他还有一个妄念，他什么都不想，他还是个妄念，这个妄念还在，这是有心啊，所以这个阴阳之可呢，我们就用了凡先生。 跟银谷禅师的这个对话，人没有办法做到无心呐，啊，最起码你要像阿罗汉做到我知，贪嗔痴慢你都破了，见惑也破了，见思惑都破了，啊，那就出三界了生死，那就就不属于阴阳之科了。